我的肩膀很痛，手举不起来。肩膀卡卡举不起来，严重影响日常生活。以往五十肩好发于40到60岁，女性比例高于男性。医师提醒，染疫后如果出现肩膀关节酸痛、肌肉酸痛甚至无力，很有可能就是新冠五十肩。骨骼肌肉系统也有一些ACE2 的一些接收器，严重的感染完以后，其实我们会激发出很多的发炎的细胞，发炎的技术到了我们的循环系统里面，肌肉系统里面也会发生发炎的物质，对我们这个肌肉，对我们这个关节呢是相当敏感的，所以会产生这种发炎性的关节炎、发炎性的肌腱炎。根据比利时研究发现，新冠肺炎期间五十肩发生率增加30%以上，大部分新冠五十肩在确诊后1个半月到3个月后发生，以无症状感染者为主，占58.3%，轻症占41.6%，其中15%到45%患者平均在10到15天获得缓解。中医的针灸啊，我们的一些复健啊，我们一些的止痛药啊，一些神经肌肉一些放松剂啊，都可以使得你五十肩在短短的10到15天里面就会获得缓解。医师表示，接种完整疫苗能避免染疫后发生五十肩，无症状或轻症确诊者康复后要定期追踪至少6个月，一旦出现五十肩症状，可以做抬手动作，缓慢打开肩胛骨来复健，缓解肩膀疼痛。大新闻蔡佩欣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